三招之内，我让夏洛洛对你五体投地。第一招，女二神助攻。Round one, ready, go！ 你这个土包子，竟然敢和我抢男人！就在这时，你脱掉西装，人比一个大壮。夏洛洛肯定对你感动不已，春心萌动。然后你说出了最霸气的台词，记住。别碰我女人。如果这招还不管用，别怕，我还有第二招，恋爱契约法。Round two, ready, go！ 不好了，老爷说了，你今天必须带一个女人回家结婚，不然他就剥夺你的三人精神。然后，你一定要说出最帅的台词。这时候你要注意你的情绪，一定要冷。哦，我知道你现在需要钱。我正好需要一个女人，不如这样吧，我们定一个为期三个月的婚姻契约。我可以，我可以，快快快，我可以的，你看看我吗？此时，这个女儿肯定在你身边不停的抢戏，但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对她示儿，你去。然后，你在这个时候说出你最霸气的台词，女人。你最好给我识相一点。不是你跟我开玩笑呢？就凭这些俗套的路数就想拿下我？既然你想玩，那我就陪你玩玩。来了来了，单总。Action！ 你这个土包子，竟然敢跟我抢男人！等一下。给你。打扰一下，这么个事儿啊，老爷啊，对，老爷说了，您今天如果不带一个女人回去结婚的话，他就取消您的财产继承权。来，这不是正好吗？他喜欢就让他上。不是，你就这么包给别人？不然呢？我可没有跟别人抢男人的习惯。爷得啊，赶紧让他走。哎，不是哥，我还有第三招，英雄救美。啊！哟，小丫头长得挺漂亮，当我女朋友吧。你有病吧？不答应是吧？别怪我不客气。走。输了吧，手下败将。